2块钱，5块，哇，20，天哪，50，哇，100块，哇，翻了翻了翻了，小盖被恭喜你，我拿去家里房。呀，拿这么多钱呀，发财了，我给你拿啊，来给，来给你两块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2块钱吗？这不能花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给你钱你找我吧。你那什么玩意儿，我见都没见过。3块，那我走了。幸好我机灵，要不然这老饭菜拿不了，破天天把我忽悠了。你们说是吧？胖丫，我不要这个绿色的奶嘴了，你给我换一个。啊？绿色？那你要个什么颜色的？那就给我拿个蓝色的吧。蓝色？这不是蓝色的吗？你个大色盲，你的眼睛有问题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走了。啊？我的眼睛有问题了吗？你们说，这是啥颜色的？